理一条鳊鱼要多久啊？计时开始。稍微能去出它的腥味儿。这个肉是比较厚的，所以我们切的时候把它平分开，从这尾巴下刀，顺着个大骨头往前去。这样分开以后，然后切块，切块的话就是红烧还入味一点，切这种小块子。来，另外一边。给它砍一下啊，两个丝条给它弄一下，有点翻车了，换一把刀。啊，换了把刷子，那个刷子泡的时间有点长了。